明星身上总是围绕很多光环，有时候这些光环太耀眼，会让人忘记光环背后的付出。从业这么多年，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经历了很多的蜕变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坚持。也许就像古语所言，十年才能磨一剑，所以我一直相信保持最自然最真实的自己，不被环境和他人所染。总有一天你会见证这种坚持的力量和魅力。每个人都应该有追逐梦想的机会，每个人都应该有绽放的权利，勇敢地踏上这个舞台，秀出属于你自己的自然美。